下周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，在母亲节的时候送什么礼物合适呢？我今天就给您推荐几款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苑。女性啊，一直是非常伟大的，在家里呢，不但要操持家务，照顾家人，在外呢，可能还要工作。所以这母亲节啊，咱们都要重视起来。孩子送妈妈，老公送老婆，自己送自己，一定要有一定的仪式感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带您到 Whole Foods 和 Trader Joe's 来转一转，给您推荐一些母亲节送给您最亲爱的人的好礼物啊。视频正式开始之前，请订阅老苑的频道，点击视频右侧小铃铛，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。那下周就是母亲节了，所以挑一些合适的礼物送给母亲啊，也是表达你心意的一种方式。所以真的是礼物不在大小，只要用心就好。Trader Joe's 的芍药，价格跟 Whole Foods 是一样，$10，但是呢，它这个一束里头啊是5只，所以比那边会便宜一些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新西兰的蜂蜜，它可以消炎抗菌，提高免疫力，对胃也特别好。它这个你看啊，有个 UMF 10+， UMF 呢是新西兰的蜂蜜制造商的协会，这个指数越高，这个蜂蜜抗菌的强度就越强。新西兰是一个自然环境非常好的，所以它的蜂蜜的品质也是一直很高的啊。这个呢250克是卖$14，非常小巧，非常适合送给母亲，而且绝对是无限回购啊。这个啊真的是非常好的好东西啊，这个是藏红花，西班牙的藏红花。你看看它卖的单位，这小瓶啊是0.7克，卖$6。其实藏红花呢可以作为一种食品的香料，比如说在做西班牙海鲜饭的时候就可以放进一些。藏红花的功效就太多了，不管是欧洲啊，不管是中国啊，藏红花都有非常多的用途。简单来说，它可以抗癌、抗氧化、调节免疫力，这个绝对是好东西啊。多小巧啊，送妈妈多棒啊。这个助睡眠的茶也是很不错的啊，我看了一眼，它的成分是洋甘菊、柠檬草、留兰香等等啊，很多的植物成分。这个是以香草和鲜花为主，不含咖啡因，所以睡觉前喝一杯啊，有助于睡眠。这一小盒才2.5块，这里头有20包啊，很便宜。这是非常有心的小礼物，特别适合送给母亲啊。Trader Joe's 里面啊，巧克力的种类也是特别多的，而且 Trader Joe's 有很多它自有品牌的巧克力是非常好吃的啊。你像这个呢，也是很推荐的，送给母亲啊特别好。它是黑巧克力，还含有30%的坚果在里面，所以它这个坚果含量特别高，所以特别香。这个200克啊，4两重，卖$4.8。黑巧克力的好处啊特别多，首先吃巧克力呢让人愉悦，心情好，这样就避免抑郁，还可以降低血压，对心脏呢特别好，预防心脏疾病，还可以抗氧化，增加好胆固醇，降低坏胆固醇。所以吃巧克力啊一定要吃黑巧克力，对身体健康就好很多啊。这个送给母亲特别合适。Trader Joe's 巧克力的种类还真多，你像这个比利时的黑松露的巧克力也是特别好吃的啊，这个100克呢卖$4，非常推荐啊。比利时的巧克力一直是享有盛名啊，非常好吃，所以这个很推荐。Trader Joe's 里头啊，并没有为母亲节专门特别准备了很多的商品啊，也没有很多的折扣，所以这里啊就可以挑一些小的东西送给母亲啊，送给老婆啊，送给自己。你像这个小烛台，刚才那母女俩就选了半天拿了一个走，所以这种香薰烛台啊也是非常适合作为一个小礼物的。这个 Whole Foods 里呢是5月1号到14号，全部都是为母亲节准备的折扣啊。如果你是会员是33%的折扣，不是会员呢也有25%。在美国的超市里啊都有很多的鲜花，特别让人赏心悦目啊。这块儿有新鲜的薰衣草，它是卖$10，这个一盆儿。然后这边呢也有很多啊适合送给母亲的，最传统的就是这个康乃馨，它这边呢都是$6一把。这边还有芍药啊，芍药是卖$10，它这一把呢是3只。芍药呢只有这个季节有，而且芍药花开了以后啊特别大，所以特别适合送给母亲。Whole Foods里的鲜花啊是特别多的，所以如果您要是喜欢啊，也可以来自己挑一些，然后呢自己来插一下花，也是很漂亮的。而且 Whole Foods 呢
它还会给你提供免费的包装，如果你挑了不同的品种啊，很多只，它可以免费给你简单的包装一下。在 Whole Foods 里啊，它还给母亲节准备了很多大家经常用的商品，准备了折扣。你看那边有麦片啊，这块呢有一些咖啡啊，很多啊，上面呢是巧克力。很多人认为啊，这个母亲节送巧克力也是非常好的，说的确实是，但是我推荐给大家，送母亲巧克力一定要送这种高可可脂含量的，这个呢是88%，我在 Whole Foods 里找的最高的黑巧克力啊，对心脏特别好。这一块啊90克卖3.2美元，这个苹果醋是非常好的，送什么不如送健康，所以这个是很合适的啊。这是美国产的，还是有机的，对于消化不好的人，你像打嗝、胃酸啊、胀气啊，这个都是特别有好处的，它可以补充一些胃酸。它这个你不能直接喝，它这里写着呢，你需要兑水2勺到3勺，兑8盎司的水或者饮料，饭前5分钟喝效果最好，所以给母亲买一个特别合适。它这有两种包装啊，大的包装呢会合适一些，它卖7美元，是950克，32盎司。Whole Foods 的应该是超市里头唯一有这个斯坦利杯的。这个杯子我不知道故事大家知道不知道啊，现在特别流行，特别火啊，去年一下子在美国爆红。它的营销说的是呢，当时有一辆车着了火，结果呢车都烧没了，人很沮丧，结果发现自己的这个杯子保存完好，所以一下子就火了啊。其实这个品牌呢，它也是百年老店，质量是特别好的。这个杯子啊，基本上是接近1200毫升，这一个大杯啊，其实一个人一天啊要喝1杯多的这个水，最好是白水啊。所以为了母亲的健康，送杯子是非常好的。底座的设计啊，是你正好可以放在汽车驾驶员旁边的，这个还是保冷保热的。它这个呢是卖45美元这一个杯子啊，现在在美国是特别流行的，所以你如果母亲还没有，送一个是非常好的选择。你像这种啊，它是拎的，这个呢是卖35美元，它这个呢是880毫升，在美国的超市里头应该是最全、颜色最多、品种最多的应该就是 Whole Foods 的，在其他的超市呢都比较少。其实 Whole Foods 的有很多非常好、非常小众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啊，你像这边啊都是，我们肯定是最关注妈妈的健康的，所以这块的营养补充剂啊就特别值得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首先啊，大家要看一下这个品牌，这个品牌呢是2003年在美国诞生的超级食品品牌，他们的经营理念啊就是以营养食品和有机农业为业务核心，采购世界上最好的有机超级食品。你像我手里这一袋啊，它是卡姆果的粉末，卡姆果呢是原产于秘鲁国，在亚马逊河上游只有原住民才知道的一种紫红色的小果实。这个卡姆果里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啊，而且采集它非常不容易，必须得坐着独木舟到亚马逊河上游去采集。而 VC 啊，咱们人体只能靠吃，从食物中来摄取。 VC 啊可以抗氧化、抗病毒、提高免疫力、抵抗自由基啊，所以真的是每个人都需要。它这个是有机的啊，这个东西我相信绝对特别好，但是啊就是有点小贵。这一袋啊是3盎司，85克，卖22.5块美元，它适合自己做奶昔的时候或者喝果汁的时候给它搅拌一些进去，非常好啊。看我还找到什么，他们这个品牌啊还出枸杞，枸杞啊亚洲人都知道，绝对是养生好物啊，可以抗疲劳、降血压。人到中年开玩笑的一句话就是保温杯里泡枸杞，所以这种有机的枸杞粉也是非常好的啊。它这个还便宜一些，4盎司，113克，卖16美元啊。这个还一个啊，巴西莓果的巴西莓粉，这个富含大量的花青素啊，所以对肠道很好，抗氧化、抗衰老非常好。这个就是有点小贵啊，4盎司，113克，卖25美元，但是肯定是好东西。这个品牌啊还生产有机的抹茶粉，抹茶粉大家都知道啊，它可以消除身体炎症，还可以美白、抗紫外线，所以夏天啊是特别需要的。不过这个也真的是有点小贵，这小袋儿3盎司居然卖29美元，这个公司的产品啊真的是挺贵的，比较小众啊。如果你要嫌它贵呢，其实 Whole Foods 的自有品牌啊也有类似的产品，你像这个呢也是有机的啊，这个也是巴西莓粉，就是刚才介绍的巴西莓果做的巴西莓粉，365自有品牌的就会便宜很多。
它这个四个盎司呢卖18.5块，而刚才那个呢是卖25美元。这个品牌啊，东西真实的是非常好，比较小众啊，有点贵。它这里也有7-8种各种不同的原料啊。这365呢也有5-6种，还有这种抹茶粉也都有啊。这个柜台啊，都是一些香薰啊、蜡烛啊，这些啊就能给母亲带来好心情，增加能量值。要知道妈妈心情好，全家心情就好啊，所以这些特别适合在这个时候送给妈妈。视频呢到此结束，谢谢您的观看，拜拜。